商台嘅综合报道，今日2023年7月29日啊，好嬲好嬲好嬲！我话黄牛党好嬲高登仔啊！嗱，高登仔咧连日咧就为大家报道咗一啲黄牛党嘅最新嘅资讯啊、消息啊、手法啊，甚至一啲骗徒系嘛？唔知佢哋系咪黄牛党啦？总之有啲骗徒咧就俾咗钱冇出飞咁样嘅情况亦都有，咁所以我都呼吁大家千祈唔好买飞。喺今日咧又出现一啲新招啦，咁咧今日高登仔咧直情系可以用四个字以身犯险，咁样就真系入咗啦，真系入咗一个最大嘅黄牛党嘅。賣飛嘅 TG Group 有總共有三個嘅，咁入呢啲 group 咧，仲要經過核實同埋 approve 啊。咁高登仔咧就用真正嘅身份咧去入咗呢幾個 group 嗰度咧，入去睇，哇！唔入去睇猶自可，一入去睇，精彩過姜圖本身嘅 group 啊，或者精彩過本身 Mira 其餘十一子嘅 fans group 啊，哇！裡面嗰啲人咧，即系点讲？我用咩形容词呢？叫品流复杂系嘛？龙蛇混杂，乜都有里面。哇！真系里面真系乜都有。
同埋藉著我啲咁嘅片咧，就更加多人哋去留意咯。所以你話我啲 fans cam 嘅安排啊，或者創作係喺個網絡上散播，係對於姜圖嘅應援同埋支持係幾咁重要咧？咁所以亦都爆出另外一個陰謀論啊！高登仔睇係嘛？佢特登就做一個 Anson Low 醜態嘅片段，係嘛？一陣我呢段片完咗之後，喺我嘅後期頻道會放俾大家睇。咁啊，即係Anson Low 個醜態片段，跟住咧就令到咧好多姜糖咧就因此唔夠膽咧去到姜糖演唱會咧拍攝一啲片段喺自己社交媒體度咧散發出去，就驚咧有人再做呢啲醜態片段。咁但我自己覺得咁咪會中到啲 haters 嘅奸計咯，係嘛？如果個姜糖都覺得，哎呀，即係依家原來有啲咁嘅 haters 去特登做呢啲片出嚟，去搞啊姜糖，搞啊 Anson Low， 跟住如果我哋再即係再做呢啲咁嘅即係現場拍呢啲片，係嘛？呢啲咁嘅 haters 揚言會再用我哋呢啲片，因為你哋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就係 share 得呢啲片上社交媒體咧，就肯定有所有人係公開睇得嘅。咁亦都啲 haters 亦都可以攞到段片。嗱，呢樣係避免唔到噶，我同大家亦都不需要避免啦。我再強調，咁啊，令到大家都擔心就唔好 share 姜圖嗰啲好嘅表演出嚟啦，因為斬腳趾避沙蟲，驚啲人利用啲片就反抹黑姜圖。我高登仔用一次理性的角度去分析俾你听，千祈千祈唔好用啲咁嘅想法去，而唔拍片，而唔去 share。咁啊，当然其实咁耐以嚟咧，即系我谂 MacView 咧喺一个演唱会里面咧，即系大家拍片作私人嘅纪念用途咧，其实大致上我聽唔到有阻止或者反對嘅任何嘅措施，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我諗 fans 怕咧就係自由啦。第一樣嘢，嗱你諗翻一個好理性邏輯嘅想法啦。好啦，就算所有嘅姜糖唔拍片啊，現場亦都唔 share 喺自己社交平台，你哋覺得 haters 會唔會得到段片咧？我话俾你知，肯定会，因为点解咧？就算你哋唔拍片，可能 haters 都有去现场噶嘛，有去现场欣赏姜涛嘅个人演唱会噶嘛，佢都会拍片噶嘛，系嘛？咁佢最后尾都会剪辑一个抹黑同埋丑化姜涛嘅一个片段噶嘛，一段片段噶嘛，系嘛？甚至我再退一万步啦，系最中意讲噶啦，咁就直播姜涛演唱会啊嘛，380蚊，系咪先？你估啲 haters 会唔会为咗去搞姜涛而出呢380蚊去睇呢个直播，跟住就 cap 低晒啲图啊 ，cap 低晒啲丑态啊，去做一段丑片去抹黑姜涛啊？肯定会，我话俾你知啊，肯定会嘅佢哋。咁所以咧，你话既然你听，即系我自己分析，就算你哋避唔避做唔做，佢哋都会照做噶啦。与其系咁，我倒不如用一个逆向思维啊，系咪先？我哋咪做多啲片咯，我哋咪拍多啲片咯，我哋咪去宣扬姜涛嘅好嘢，宣扬姜涛喺呢次个人演唱会表现出色嘅片段咯，啊，做多啲啦，啊，甚至你哋拍多片俾高登仔，高登仔同你哋剪接安排，系嘛，即系做一个靓啲嘅片去抗衡呢啲片啦。嗱，我话俾你知，有得 Anson Low 呢啲丑态片出现咧，我话俾你知，无可避免，我都同所有姜糖咧做定一个心理嘅预防啊，系嘛，打风嘅措施啊。我话俾你知，呢啲咁嘅姜涛个人演唱会丑大片咧，肯定会出现啊，避都避唔开噶啦，系咪先？即系天要落雨，系嘛？所以我谂大家就即系，与其活在呢啲咁嘅 haters 嘅恐惧恐吓之下咧，就倒不如活出自我。我中意拍几多拍几多，系嘛？我中意 share 喺自己私人嘅社交平台几多几多，系嘛？你哋自己決定係嘛？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咧，就真係要唔好嗱，呢啲就叫俾人帶風向啦，就唔係話阿微辣嗰個加充咧就驚俾人帶風向，
即我又要讲起呢样事，我又要啲嬲，系咪先？你自己系话退出微辣，即系讲我讲少少题外话，即我要发泄内心嘅小不满。你自己话退出微辣加冲，系嘛？单嘢 damage is done 啊，高登仔成日讲系嘛？你退出咗微辣，唔等于可以抹杀或者系可以遮掩成个微辣对于死者嘅欺凌嘅过去嘅证据，系嘛？系算啦，唔讲啦呢单嘢，系嘛？如果想听，你哋大家留言俾我听，我再开辟另外一个咧。因为今日都系姜涛频道，讲到边度？系啦，唔好被呢啲咁嘅网络嘅言论恐吓啦。咁所以我活出自我系最重要嘅，系嘛？活出自我，继续 enjoy 姜涛嘅个人演唱会系最重要。咁啊，总之你中意拍几多拍几多，你自己中意 share 几多写 share 几多，总之自己为自己负责任就得噶啦，系嘛？咁所以呢啲咁嘅片咧，大家有定心理准备啦，系嘛？只要佢一出咧，高登仔咧就会咧报告俾大家听，等大家去举报啦。因为高登仔举报极都系得两只手举报啊，即系有啲嘢咧，你唔趁佢咧一开始咧，一开始出片嗰阵时咧。举报呢是之后都是没什么用。咁所以呢我都呼吁啦，如果大家在姜涛个人演唱会开始咗之前之后啊，出现到呢啲抹黑片啊嘲笑片呢，第一时间讲俾高登仔听，由呢条频道呢去发放俾其他姜涛知道。等其他姜涛呢去即刻投诉，令到佢嗰条片落架，就是嗰个咁嘅策略啦。咁样即系只可以，我谂姜涛们就有咁嘅毅力同雄心啦，咁样同埋去保护姜涛嘅一切嘅嘢。咁所以大家放心，咁高登仔一直会看住，即系呢件事嘅事态发展啦。究竟系咪真系有一班人，甚至有几个人去刻意去做呢啲咁嘅抹黑片，去抹黑 Mirror 嘅成员啦？咁就再度跟进啦，咁样好冇？咁跟住呢就其实咁嘅，即係近排啲言论呢都讲呀，即係话 Anson Low 即係啲门票呢就卖得晒嘛。咁我都睇过相关嘅报道啦，因为呢个消息呢都异常之咁混乱。咁混乱在咩呢？咁样有好多咁嘅信息呢就讲緊呢佢嗰个卖飞个数目系咪 ？Anson Low 卖飞个数目，有阵时咧就话咧啊，入座率咧系九成九，系咪？我唔知啲报道，我唔记得。有啲嘢就话入座九成，我都搞到混乱晒啦。咁究竟系入座九成定九成九咧？定系话好多吉位咧咁样样？嗱，其实老实讲，即如果根据我睇翻一啲Anson Low Group 嘅讲法呢，就係讲緊呢有好多位呢都已经敷晒嘅咁样。咁只不过係某一啲传媒喺度短章取面攞唔晒啦，甚至有一啲 group 呢就喺度散播，特别有阵时喺啲姜涛 group 呢，我就见到有一啲姜涛呢都好活跃地呢分享 Anson Low 演唱会嘅盛况咁样嘅，即係好主动啊。亦淨係讲到呢就话每一次都话啦喂，好似呢 Anson Low 呢我个演唱会好多人买飞喎，好受欢迎喎，好多帮衬黄牛党喎咁样。嗱，咁我就觉得奇怪啦，先前先至话神徒霸买牛王党黄牛票係啦，黄牛票。咁依家反而呢就调转返话佢哋买好多黄牛片，所以呢就阵容鼎盛，好多人可以睇Anson Low 嘅演唱会。咁所以呢我自己其实睇呢啲咁混乱嘅资讯当中呢，我都其实稍稍都得出一个结论啦，係咪其实呢个黄牛党呢有一个好新嘅策略。佢就讲緊咩呢？佢就因为依家 Anson Low 嗰个演唱会完咗啦嘛。咁基本上呢已经系靠一啲去 fans 现场嘅拍摄啦录影啦嘅片段先知道我个情况㗎嘛。咁我哋永远唔知道个卖飞情况係点，总之就卖晒飞啦。咁但係啲飞落喺边个手上就唔知道。咁样就所以呢就有大多数嘅情况呢，佢哋就捉緊呢个时机啦。佢哋就话啦，先前呢 Anson Low 嗰个
買飛情況係相當之好啊！咁啊，點解依家姜圖好似仲有好多黃牛黨嘅飛咧？咁樣樣嗱，其實老實講一句，咁啊，高登仔咧，亦都入咗咧，佢哋咧一啲叫做黃牛黨嘅 TG group， 咁咧就咧深入苦穴咧去及一及嚇，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咁樣樣？咁啊，發生啲咩事咧？就講緊咧，裡面咧原來咧。有一啲 group 咧就係專係賣飛嘅喺 TG group 裏面，咁咧我就睇到咧裏面咧就太誇張啦，我啲費用，咁咧就一來咧就講到咧尾場咧就賣到14000一張，咁我當佢係1080飛啦咁樣，尾嗰場啊8月5日嗰場啊，咁就賣到14000一張飛，咁啊非常之誇張，咁你話就算係普通啲山頂位，即係有啲三種門票最平一個門票咧。佢都講緊高速咧，大約5-6倍價錢。咁咧，跟住咧就轉頭咧喺啲 group 嗰度咧，就有間唔中啦，咁樣佢就會 send 啲 message 出嚟，就話啦：，喺依家咧本人嗱，佢就講到咧，裡面咧係有唔同人嘅交流，裡面咧就個氣氛氛圍咧就好似係講緊有好多人喺裡面咧係唔同人咧買緊唔同嘅飛。放緊唔同嘅飛，甚至係各價求讓，甚至係講緊有好多原因就話我屋企有事啊，去唔到姜圖演唱會就好唔開心，但係我都唔想浪費咗張票，浪費咗張票咧就俾人哋咧就去朝聖去參加呢個姜圖演唱會，咁啊個主調就大約係咁樣啦，咁咧裏面一堆人咧就咁樣啦，咁啊有。咁通常佢哋就唔會一開始話幾多錢嘅，咁通常咧佢哋咧就會咧話通常就話原價去出讓啊，甚至係各家求售啊，或者係求有心姜糖接收門票啊咁樣，咁你就要私底下用 TG 咧去聯絡佢嘅，咁用 TG 聯絡佢咧，咁佢就會同你開始傾啦、開價啦咁樣，咁通常呢啲開價咧。就會咧一開始殺到一個好高嘅價，係一頸血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會開始講啦。即係依家咧就真係手頭上啲飛咧就賣咗好多，咁咧所以咧依家剩翻咧有啲貴價啲咁樣。咁我見你咧係一個咁有心嘅姜糖咧，咁我就再平少少賣俾你啊！但係我個價值都係超級貴啊嘛，你明白？咁所以呢啲手法咧就係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其實有三個 group 啦，咁我即係已知道嚇三個 group 啦。咁就而呢啲 group 咧就係講緊咧，佢真係有唔同嘅節奏。點解我講嘅節奏咧？佢有啲好急嘅，放得好快，好似股票咁樣樣嘅，突然間就好多咁樣嘅，好多咁嘅票咧放出嚟，又話原價又話升，但係咧或者冇一個咧係原價或者低過原價，低過個發售價，好多時咧全部咧。都是好高價錢。嗱，老實講一句，我唔知道嗰個心態點樣樣。其實咧，我乍眼睇咧，佢哋釋出嘅信息咧，其實咧有好多位咧，到依家咧都係無人問津嘅。嗱，大家唔使激動住，無人問津、無人買咧，唔代表佢唔受歡迎，係只不過係姜糖唔願意喺黃牛黨上。使一分一毫啫，佢哋唔願意辛辛苦苦嘅支持姜圖嘅錢，就落喺一啲咁嘅黃牛黨身上，唔需要出力，而且整冧埋個 server，令到我哋買唔到票，咁跟住咧就轉頭咧就賺我哋一筆錢，一張飛賺幾千，成10000蚊咁樣，咁就純粹咧就係我覺得其實真係同打劫冇分別嘅啫。咁所以咧，加上咧近排嗰個直播系統嘅即係已經釋放咗啦嘛，直播系統已經釋放咗啦嘛，已經講到即係大家可以透過直播咧係睇最後一場啦。咁所以依家咧漸漸咧，其實佢哋賣飛嘅難度咧係更加難，即係我指黃牛黨啊，
佢哋知道咧有好多姜糖咧係並唔願意或者係唔會去買飛嘅，係咪先？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咧就正正就係、大家要留意的一樣嘢咯，即係佢哋越急越狂，係嘛？近排有好多呢啲咁嘅 WhatsApp group 啊，同埋 TG group 啊，咁樣應運而生啊，咁啊引人哋入去就係講緊即係宣傳有好多嘅飛賣，跟住咧就話唔買咧就走寶啦，咁樣咧，我話俾你知，咁跟住佢哋咧就會咧。蜂擁而至去出價，或者係唔知係咪一個做白，一個做黑啊，一個就抬到好高啊，一個咧就抬低少少，但係都好貴。咁啊，引啲姜糖咧就去買嚇。咁咧佢哋啲慣常手法真係一個好，即係當然黃黨呢啲嘢就你即係咁講啦，都係唔方好人嘅啦，講真一句。咁所以咧，佢哋做一啲嘢咧，你都唔可以用一個常理去推測或者批評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情況咧，就真係每況愈下，即係越接近姜濤演唱會嗰陣時咧，就越多呢啲咁嘅奇怪嘢出現咯。越多呢啲咁嘅奇怪嘢出現咧，就會越令到咧大家都知道黃牛黨咧。是漸漸太急啊，狗急跳牆啊！佢哋係真係驚賣唔出飛而血本無歸，所以咧去到今時今日，好似我琴日都同大家講啦，即係同大家姜糖講啦，去到今日咁嘅時間或者係呢個地步咧，根本已經唔需要賣飛啦。第一係有直播，第二係咪先？我哋真係要俾一個懲罰俾呢個黃牛黨，去知道咧佢哋咧。咁樣去炒飛，令到大家一眾想欣賞姜濤演唱會嘅人咧，係不得要領咧，咁就要俾一個教訓佢哋啦，係咪先？咁啊，跟住咧，我就喺一啲群組裏面咧，都陸續咧睇到啲人咧分享話咧，嘗試幫襯呢啲黃牛黨，甚至係落咗訂啦，係咪先？我睇到一個，等我睇翻先。佢話咧。甚至係落咗訂啦，咁我揾翻，咁咧跟住咧就突然間咧就無影無蹤嚇、啊，突然間無影無蹤咧就唔知去咗邊係嘛，唔知去咗邊，咁啊跟住咧就消失咗係嘛，咁跟住咧佢雖然話消失之前咧就話退訂，但係即係當然係唔會退啦。喂，你估佢真係打開門做生意咩？係咪先？佢只不過係上 Facebook 係嘛？整個咁嘅群組係嘛？整個咁嘅群組，跟住咧就喺度話俾人哋聽啊！我有飛賣啊，等等啊咁樣樣。咁跟住咧就話收錢啦，咁啊要落訂啦。我唔知120，即係其實好早之前咧，高真仔已經講過咧，呢啲落訂咧，佢哋收訂咧120，有1000個姜糖賣啊！我度已經講緊啦。賺緊100,000啦，係咪先落訂啫？你唔好話炒飛喎，即係佢哋口噏噏話有飛啫，佢哋可以冇飛噶嘛。咁但係佢哋冇飛，但係佢哋話可以落咗訂先俾飛你，跟住一次過喺短時間內收曬好多訂，咁已經係賺一筆。咁當然呢啲係已經唔屬於黃牛黨嗰類啦，係屬於騙徒嗰類啦。咁所以即係高登仔都要同大家分享呢啲咁嘅信息啦，係咪先？喺 group 即係已經有人話曾經俾過訂。俾啲佢自稱即係賣飛，即係黃牛黨啦，自稱啦，結果咧轉頭又唔見咗人，咁啊好明顯係騙徒所為啦。咁所以即係好多呢啲嘢咧，就係大家要警惕咯。至於你話喺 group 裏面嗱，大家喺 group 裏面依家一個 WhatsApp group 嗱，即係講真，即係譬如我依家就咁用手機求其篤入去啦，咁啊求其篤一個 group 啦，咁梗唔開名啦，裏面都有200-300人，係嘛？咁啊，其實裡面究竟係咪全部真係姜糖咧？咁即係你問到我啦，係咪先？裡面即係講真一句，咩人都有，係嘛？扮姜糖又有，係咪先？真姜糖又有，係咪先？唔知道自己係咪姜糖都有。佢哋咧就一貫個作風咧都係講緊有啲一唱一黑一白啊咁啊你唱我即係譬如我見到㗎、啊、即係譬如我喺另外一個 group 嗱、啊、我見到㗎
係嘛？有一個人直情係一講親買飛啊賣飛啲經驗咧，佢就撲出嚟嘅。咁啊有一啲人咧講其他，譬如一啲疆土嘅一啲唔同嘅譬如啲即係分享我點樣去應援嗰啲咧，啊咁啊唔出聲喎，係咪先？咁所以就好得意啦。啊，所以好得意啦！咁所以即係究竟呢啲人係咪真姜糖定假姜糖呢？大家即係心中有數啦，係咪先？即係平時講姜圖嘅，即係日常一啲有趣事啊，或者瑣碎事咧，啊你又唔鋪頭啊！當你咧一講嗰啲賣飛嗰啲事咧，就即刻出曬嚟咧，哇好著弱咁樣講邊度有黃牛飛賣啊等等，要加入呢個 group 啊咁樣，曾經咧就買過飛咁樣就非常之多人買啦咁樣，咁啊真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咁樣。咁啊當然呢啲嘢就老實講，你淨係聽高登仔呢條頻道咧，就絕對係幫唔到你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太多啊！近排咧越近呢個姜圖演唱會咧，越多呢啲 group 應運而生啊！即係多到咧，我都有陣時咧，我都即係如果得閒嘅話，都即係雖然近排都好忙，得閒就即係都嘗試入去睇下啦，即係入去了解一下，究竟發生咩事咧？你哋班黃牛黨究竟出咩新招咧？等我講翻俾我啲頻道嘅觀眾啊、聽眾聽下先。好啦，跟住落嚟咧要講咧，又係903嘅一單新聞喎，有關姜圖。哇，即係姜圖同903都相當之有緣啦，係嘛？喂，即係。大家要想一樣嘢，真係究竟903係咪對於姜圖嚟講係一個唔係太過順利嘅數字啊？因為點解咁講咧？咁樣今次呢單又係關於903嘅一個嘢，咁就又係啲網絡上面咧抽呢段新聞出嚟嘅。咁啊，話説件事件就係咁嘅，咁咧就有一個一個啦，唔係一班啦，姜圖群組咧，咁我就睇得到啊。咁咧佢就話咧呢、這個。Dummy 嚇，呢個 Dummy 等我睇下先嚇。嗱，呢個 Dummy 嘅點擊率咧就下降得好緊要，即係個點擊率。咁咧就咁跟住佢哋咧就有一個推想啊、推論啊咁樣講緊咩咧？咁咧就係講緊咧佢哋嗰個話903啊。冇推播呢個 dummy 啊 ，OK， 咁咧就令到一個點擊率就下跌得好緊要，咁咧佢就會講啦，佢話咧呢、這個落咗榜啊，喺呢個903嘅榜咁樣樣，嗱咁so far我撳唔到入去睇啦，咁樣樣係嘛？即係撳唔到入去睇我唔知啦，咁但係在於即係有一啲即係。網友咧都對於呢一個咁嘅叱咤樂壇呢一個咁嘅流行榜咧就有啲意見咁樣啦嚇，咁即係老實講一句呢啲咁嘅選舉嘅每個禮拜嘅選舉啊咁樣，咁就令到大家好有意見。咁啊跟雖然咧佢哋講啦啊，即係佢哋講幾個 point 啫嘛，佢哋話啊即係今個禮拜落咗榜係嘛？点解姜涛演唱会都就嚟举办啦？个势啊，应该好好嘅，反而就变咗咧 ，Dummy 落咗榜今个礼拜。咁啊 ，so far 我唔知啊，系嘛？咁我亦都冇特别check啦，因为其实老实讲，903究竟每一个礼拜有冇去播 Dummy 呢首歌？每一日几时播咧？我哋系无从稽考嘅。即係你話啊咁啱嗰陣時啱啱聽緊，譬如可能嗰陣仔淨係聽祖霸王同埋嘟姐嘅口水多過浪花咁樣啦，間唔中啦，都唔係話日日聽㗎嘛。咁我哋都知，咁我哋知道嗰陣時嗰段時間有冇推播 Dummy 啊嘛。咁但係大部分嘅時間係我哋係處於一個唔知嘅狀態咁啊，即係老實講一句，唔知嘅狀態係講緊喂我哋唔係24小時係聽住商台嘛，或者903啊，我哋仲有其他姜務要做啊嘛，係咪先？即係好似高登仔咁，每日聽都係10多次 Dummy 去支持啊，
系咪先？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依家有姜糖，亦都喺个 group 嗰度分享话，啊，都未依家落咗榜啦，就系因为咧903冇推播。咁我唔知，不过一阵同大家分析下，即系个中有啲咩情况啦，咁样。咁亦都有人话，即系佢当然提到啦，佢话903咧，其实除咗姜涛之外咧，每个镜仔咧出新歌咧都有播嘅，唯独是Dummy 就冇播，就点解咧？咁我觉得唔系冇播，都有播，系近期嗰个情况系究竟系点样状态咧？我唔知。即系如果有姜糖或者我嘅听众观众咧，系一直都有即系频密地去听呢个903咧，咁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啦，系咪先？系嘛？咁所以我谂在于喺903推唔推播一样嘢就系、是、第一高德仔唔知啦，冇24小时睇住。第二，我真系向同大家都唔知一次去解释呢样嘢，即系话我即系同大家所想讲嘅样嘢就系讲紧咧，呢、這个唔同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呢大半年啦，我讲紧一个例子就话，喂大半年嚟讲有好多大大小小嘅网络，即系我如果衰啲讲句就系、是、叫做好多九尖八碌嘅选举。是音乐选举，譬如可能讲緊一个网站，喺一个 Facebook， 係咪喺一个 Facebook 群组，跟住呢就话选举今季嘅最受欢迎粤语流行曲，咁跟住呢就投票，可能我度讲緊几百票，咁已经系当系一个选举嘅投票嘅活动咁样。好得意，咁之前我喺好耐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呢一个咁嘅分析啦，咁样。咁到即系譬如可能讲紧高登仔啦，即系我讲个简单例子，高登仔我都有个 Facebook 群组叫姜涛频道噶嘛，系咪？即系你个版面里面咧，用橙色颜色嘅圈住嗰个 QR code 系嘛？吓讲嗰个讲紧，我其实都系搞过啲叫每个月嗰啲叫做流行歌曲选噶，咁但系问题上就话。我自己都觉得唔公允嘛，因为入咗我入咗嚟我呢条频道，我谂都99%系姜糖啦。咁我搞呢啲咁嘅活动，咁就系入咗嚟可以去点票去胜，咁一定系姜糖赢啦，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呢啲咁嘅选举，有好多人都系藉着呢啲咁嘅选举去自嗨又好，或者系唔知咩目的啦。系，我都不予置评啦。咁啊，所以整整就系呢啲咁嘅安排啊！呢啲咁嘅例子就会令到大家嗰个选举就以为啊，呢啲咁嘅流行歌选举咁就会会影响到姜涛。咁即系我同大家讲咧，影响到姜涛就系话佢嗰啲歌几时上榜，或者甚至有啲歌推播率系几多，去到年尾嗰个几个大选嗰个先最重要啊嘛，系咪先？咁所以你话呢啲咁嘅选举每个礼拜嘅有冇影响？即系因为佢话晒都系。測測嘅其中一個每週選舉啊咁樣，每週榜數啊咁樣，咁會計翻。但係問題上就係、是、大家唔使咁介意咁呢啲咁嘅選舉嚇，呢啲咁嘅每個禮拜嘅榜數係嘛？不過我諗值得姜糖係提出一個疑問或者古怪就話，喂點解應該藉著姜濤呢啲咁嘅個人演唱會個勢反而會落咗榜啊咁樣，咁就不得而知啊！咁我都系讲緊一句啦，即系人哋嗰个榜嘅选举嘅分成比例究竟系点呢？系咪？可能有啲 DJ 鍾意播，有啲 DJ 唔鍾意播，咁甚至可能有姜涛喺个群组话直情系成个礼拜冇播，咁我唔知呢样嘢又都飞车唔到，系咪？咁啊呢个真系好取决于个人喜好囉，即系话譬如可能讲緊可能我个DJ 好鍾意姜涛嘅，咁咪可能播多啲囉。系咪先？我个 DJ 好憎姜涛嘅，咪播姜涛嗰个敌人多啲囉。喂，亦都唔出奇，呢个系喜好人之有之嘅。即系譬如有啲日高登仔做直播 DJ 嗰阵时，咁我都播晒姜涛啲歌啦。咁我就点会播其他人啲歌呢？系咪先？系甚少机会嘅。咁所以咁啊，如果高登仔整一个高登仔音乐台咁样，咁可能成个音乐台就播姜涛啲歌咯。咁难道又话，诶、哎，哇呢啲咁嘅台，咁即系可能啲人话，哇呢啲咁嘅台，哇即系片面啊，吓唔播其他人啲歌，咁咪又闹。咁你都睇佢咩性质。系，虽然我知道903系一个
叫做叫做相对地系一个公允，或者系叫做平均啲，即系咩类型音乐都有机会喺呢个平台度播出。咁但系 DJ 都系人啦、啊，人系咩啊？人系万物之灵，有情感噶嘛，有喜好噶嘛，有佢自己嘅支持唔支持嘅嘢噶嘛。咁所以喺每一个 DJ 播嘅歌里面，处理嘅歌曲里面，肯定有佢唔同嘅喜好嘅。咁所以至于落唔落榜咧，就系话呢样嘢啦，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又要牵涉到究竟Make Up Real 对于喺商台播佢旗下艺人嘅歌嘅分成比例啦。是咪先？咁当然个协议系相当之复杂啦。咁以前有娱乐版亦都提过，话一个歌手喺呢一啲咁嘅节目当中，可唔可以播多嘅歌呢？好大程度牵涉呢间佢嗰间公司究竟有冇落广告，或者牵涉一啲赞助嘅问题。咁呢个亦都系好正常嘅营运方式啊，系咪先？即系可能我即假设乱咁 up 啦，系咪？可能假设。系咪？嗰间公司喺下面嗰度卖下广告，或者通过佢嘅关系可以获取一啲赞助翻佢自己嘅一啲歌曲，譬如可能乱咁 up 啦，可能可口可乐公司咁就系想赞助姜涛呢首《Dummy》，不过可口可乐公司都赞助呢、这个叫做无可取代系嘛？咁啊，如果佢即系可乐公司赞助嘅，咁譬如即系假设啦，赞助 Dummy， 咁啊，可能我喺你哋嗰度卖广告嘅，卖无糖可乐广告嘅，喺你哋嗰个电台又好，电视台又好，频道又好，咁啊，你就帮我每个礼拜起码播每日播两次，播足七日十四次啦，咁样样，咁啊类似系咁样样啦，即系有个营运模式。咁唔知系咪啊？我啱啱系乱咁 up， 亦都冇内情啊。咁即係解釋到俾大家聽，即係呢啲有好多嘢嘅因素係我哋唔係話我哋中唔中意，或者係我哋愿唔愿意點擊，或者係講緊我個勢頭，因為近排姜濤個人演唱會播嘛，我個勢頭究竟好唔好，而引致到佢能夠上榜或者落榜啦。呢、這個亦都唔係我哋歌迷或者姜糖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或者凭我们力量可以处理得到咯。咁所以大家就真的要明白。同埋都是我一句放松啲啊。因为佢每个礼拜都有呢啲选举，每个礼拜都有呢啲咁嘅安排。咁即係如果你万一逐个礼拜啊，今个礼拜又有啲榜跌咗，有啲榜上到呢，咁係好辛苦咯，即係逐个礼拜又要追呢个榜，追嗰个咁选举，係咪？有时都係讲容许我讲一句啦，咁多网上面呢啲咁嘅鸠尖马碌选举，係咪？每个礼拜咁做，其实好分散姜糖嘅力量嘅。咁即係话，其实早前呢都有一个阴谋论讲过嘅。咁即係我有时我觉得呢咁嘅阴谋论每日都会出现㗎啦。咁又讲过喎，咁特登呢就搞呢啲咁嘅选举。咁话呢就係支持姜涛嘅选举。其实实质呢就分散呢大家姜糖做姜母嘅精神同埋力量咁样，咁呢个即系纯粹啊，纯粹网上嘅留言啊，或者系网上边一啲阴谋论嘅揣测嘅，咁我高德济就听完一笑置之啦。老实讲，即系佢话特登整好多呢啲咁嘅选举，就去令到大家做姜母嘅力量就分散晒，特别咧有好多 group 啊，有部分 group 啊。有部分 group 咧就吹嘘咧，成日话要做呢啲选举，但系其实早前高登仔喺唔同嘅片咧都讲过啦。喂，我讲真，呢啲咁嘅选举其实咧真系好奇怪嘅，即系一个 group 咁样整少少嘢就话系呢个选举啦，系嘛？咁所以有好多时呢啲就真系即系会嘥去大家嘅力咯，即系我觉得都系真系会嘥去好多力。但系问题上就系、是，问题上就系、是，结果就系会令到大家做少咗姜母咁样样咯。咁所以就所以就系咁咯。咁所以就系咁咯。咁所以就即系、就是、令到即系、就是大家即系、就是、多加留意呢啲嘢咯。就系咁解。
咁就係咁樣啦。咁就係啦。咁希望大家放鬆啲啦，都係嗰句啦。咁呢單新聞就大約係咁樣啦。咁啊，啱啱就講完，即係呢一單，即係姜糖就即係不滿903嗰、那個播放率啦，咁樣樣。咁啊，相反咧就講呢個相對嘅新聞咯。咁呢段新聞就講啊，加拿大 A1 流行榜咧，咁就啱啱喺個七月份嘅 Week Four 咧，即係第四個禮拜咧，咁就姜糖嘅 Dummy 咧就冠軍喎 ，number one 喎，咁樣咁啊，相當之開心啦，亦都係有啲姜糖 group 嗰度咧 share 出嚟啦。咁啊，有好多人咧就好開心啊，對於呢個加拿大 A1 流行榜咧就不斷 share 呢個咁嘅消息出嚟啦，咁樣，因為之前咧 Dummy 都係第四位嘅啫，咁樣真係我諗佢之中咧有唔同嘅選舉啊，星期第四個禮拜咁樣啦。咁就大家姜糖都好開心啦，咁就有呢、這個唔同嘅慶祝㗎啦，咁樣咁喺姜糖 group 裏面。咁因為呢第三個禮拜呢姜糖都仲唔係第一位㗎嘛，咁樣跟住依家第一位呢，咁大家都非常之對於呢個升到加拿大 A1 流行榜嘅結果呢都相當之開心咁樣，咁不斷去 share 啲資料出嚟啦。咁即係其實我諗我都係同一個論調嘅啫，講真，即係同一個論調嘅啫。即係呢啲咁嘅選舉，即係究竟個比率係點樣樣？即係甚至我都係咁樣，我公平啲講句，即係呢個 A1 加拿大 A1 嘅流行榜，即係究竟個選舉人票係我可能你投一票就當一咁樣，咁就可能冇一個其他啲叫做專業團嘅分成啦，分曬啲高 percentage 出去都唔頂。咁啊，但係呢就起碼我哋都覺得呢有陣時喺加拿大呢啲 A1 選舉呢，佢就通常呢就會睇到一啲好似比較網民意向多少少啊。咩叫網民意向多少少呢？譬如話我哋可以比較返一啲網絡嘅趨勢或者一啲想法呢，通常呢睇 A1 加拿大嗰個流行榜呢係類近相似啊。譬如話嗰排網絡喺度傾緊邊首歌，討論緊邊首歌，興邊首歌呢，通常呢喺 A1 加拿大嗰個流行榜呢都能夠反映到我個排名成績出嚟嘅，亦都唔會話突然間會爆黑啲黑馬出嚟啊，或者係爆一啲熱門啲熱門突然間墮馬咁樣，亦都甚少出現呢咁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好多姜糖都覺得啊，咁反而呢就覺得反而 A1 嗰、那個網站就能夠反映到大家喺網絡上面對於我啲喜好啊、排名意見啊咁樣，我啲就會容易啲啦。咁我諗即係我諗取決於嗰、那個比例成數嘅關係嘅啫。我成日覺得即係始終都講嗰句，呢啲咁嘅遊戲都係人哋定立嘅啫，咁即係人哋去定我個選票嘅比率制度係點樣。咁雖然有好多姜糖就話呢個 A1 流行榜就係相對咧就會多少少接近嗰個網絡民意咁樣啦，咁樣，同埋咧亦都大家都要知道呢、這個加拿大亦都係計呢個香港嗱，即係我都大膽講一句，計呢個香港嘅大力姜糖支持度之外啊，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加拿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支持国家支持啊姜糖嘅国家地区嚟㗎嘛，系咪先？咁所以我諗呢一个真系取决于啦加拿大，即系譬如话无论喺生日啊应门方面呢，你唔多唔少呢都能够同香港有啲同步㗎，同香港球會，即係當然佢哋之間係有一個交流同埋一啲活動嘅合作嘅安排啦，咁所以呢有好多時間呢都睇得到呢香港搞啲應援呢，相對呢加拿大都會有一啲相應嘅應援呢係搞返出嚟，咁所以呢呢啲呢都係相當之令人哋呢點解啊覺得即係我哋要即係同加拿大嗰啲姜糖呢就即係多啲聯絡。咁就算係講緊
高登仔呢条频道都系㗎。咁好多时有啲加拿大姜糖都会发俾一啲即係当地一啲姜糖嘅消息我啊，咁都好丰富㗎。虽然我都即係好对唔住，就唔系每一单都能够讲出嚟啦咁样。即係譬如可能 A1 呢一单呢，咁我就讲出嚟啦，即係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即係继续去支持姜糖咁解㗎嘛。咁所以大家对于呢啲咁嘅流行榜呢，咁就会希望就即係多啲啦咁样。不过即係我都係讲一句啦，即係有阵时呢呢啲咁嘅流行榜呢，我哋自己都係觉得即係都係人哋嘅安排或者比例都係人哋决定嘅。係咪即係如果最好即係姜涛喺香港咁就有一个，譬如有一个选呢个流行榜嘅歌曲制度咁样，咁跟住再去选，咁大家觉得系一个公平嘅制度之下所创造出嚟，咁可能就会少啲即系呢啲不满声音咯，即系好似903嗰个网上嘅评论咁一般。咁虽然我唔知道究竟个中嗰个情况系点啦，咁但系即系我谂近排都有人议论紧呢个话题啦，咁样。咁所以我谂在于在于呢啲咁嘅选举或者系呢啲咁嘅拉票活动啊，即系嗰啲歌曲啊，咁在于咧，因为姜涛咧近排即系积极搞紧佢嗰个演唱会咧，咁所以有阵时可能从中都有好多唔同嘅选举出咗嚟，咁所以我谂大家都小心衡量，究竟边啲系有代表性多啲，有边啲系即系佢哋自己围围围系嘛，百零二百个人佢哋中意搞乜就搞乜，唔系话唔选得啊嗰啲，但系即系无谓，即系学之前有一啲人为阴谋论就话，即系有一啲人就为咗呢、這个为咗呢一个分散吓姜糖嘅能力，即系去分散去时间处理姜母而做出嚟一啲阴谋论，咁我就唔知啦咁样。咁希望唔会啦，当然。咁啊，不过我谂呢啲就有待啦。咁我哋依家其实最重要嘅任务系咩啫？最重要嘅任务系姜涛个人演唱会啫嘛。姜涛做紧嗰个演唱会就即系相对就嚟到啦。咁我哋要准备定啊嘛。咁所以咧，有姜糖呢都喺即係唔同嘅 group 度都分享啦咁样。喂，我哋即係究竟去姜糖演唱会究竟即係要啲咩嘅准备功夫啊咁样。咁我都觉得值得即係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嘅最后呢度。咁我就自己即係觉得分开两个层面啦。咁唔好话淨係参加到买到票现场嗰班啦。就算参加唔到去买直播嘅呢，我睇到我好多唔同嘅观众啊或者听众呢，佢哋都买直播啦开始。咁虽然有啲黄牛党呢就特登呢就做出嚟呢就话呢，喂380蚊太贵啦，太过食人掠骨啦去公司。即係我相信呢讲得呢啲话嘅人呢都系黄牛党啦。因为你买得380蚊呢个直播嘅门票嘅话，你哋肯定唔会买黄牛党啦，系咪先？又或者系我买得呢个直播嘅话，我本身已经参加咗呢、这个现场版嘅演唱会咧，有机会只系重温咁样嘛。咁所以讲得出300蚊太贵啦，一定唔可以俾你去间公司去吸你啲姜糖嘅血啦。咁我话俾你知，讲得出呢啲嘢嘅人咧，都一定系黄牛党嚟嘅，即系因为佢哋嘅身份咧，层出不穷嘅。即系变幻莫测啦，即系每每咧就有啲新嘅举动出现噶啦，新嘅做法出现噶啦，咁啊都系大家防不胜防啦。但系好明显，380蚊都唔愿意攞出嚟嘅就唔系姜糖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好多时都系啊。喂，你哋愿意帮衬10000几蚊一张票，唔愿意俾380蚊一个直播，咁就难免即系好难讲得通啦，系咪先？咁所以近排呢，因为有太多姜糖呢就开始买直播啊。咁就算喺我条频道都有啲留言都系咁样啦。咁所以呢，我諗黄牛党呢就相对喺呢个时候呢就会更加狂啊，甚至系喺度杯个直播，话啲画面差又话唔掂啊。咁个情我呢就买黄牛党飞啦咁样。咁千祈唔好信呢啲系佢哋个伎俩嘅啫，纯粹呢就系喺度諗办法去搞
搞到大家咧就要买黄牛党飞，纯粹就系咁样啫。即系我谂有姜糖都即系讲得好啱啊！即系与其即系高登仔都咁讲，与其咧俾黄牛党坐大佢，帮佢买飞，坐大佢去下次同你争嘅，系咪先？即系养狼狗就咬心口就系呢啲啦。啊，你与其养肥去第下一次再去买个人演唱会嗰阵时咧，就去同你争票咧，你与其依家咧饿死佢，系咪饿死嗰啲黄牛党？唔好俾佢哋下一次咧，再更加伤害姜涛或者伤害我哋自己姜涛。即系大家要记得，姜涛都系一再强调，唔会系支持买黄牛党飞入去睇佢噶嘛。咁当然我自己都一再强调啦，即系当然其实有大把机会嘅。咁当然啲黄牛党成日话即系有阵时啲演唱会得一次机会嘅啫，冇乜太大嘅机会啊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咁样啦。与其系即系俾人哋赚，不如自己用钱买部靓啲嘅电视睇现场版、直播版仲好过啦。同埋老实讲一句，姜涛24岁咧，我就算当佢真系要做手术多一年啊，俾一年时间做手术啦，咁都仲有好多机会啊！30岁都未够，你同我话即系唔开演唱会系冇可能。即系以依家姜涛咁嘅趋势啊，咁嘅安排咧，开多10-20年演唱会啊！都冇问题啊！即系好似 Sam 虚咁样啊，去到依家即系叫做可以喺公园嗰度捉棋嗰啲阿伯啲年纪啦，都能够仲喺翻嚟香港定期开演唱会嘅话，咁有乜理由姜涛唔得咧？咁所以我谂呢啲就真系成日去散播一啲恐怖言论啊，去威吓姜糖去买黄牛党飞啊，惊有啲内疚感啊或者损失啊咁样咧，呢啲真系纯粹系啲黄牛党嘅耍嘅花招啫。咁我谂大家都唔需要理会啦。同埋去到呢刻就真系坚持咗咁耐，唔好去到呢刻先至去买黄牛党飞咯。咁如果唔系咧，我只系都系讲一句咯，下次黄牛党当有呢个姜涛个人演唱会推出嗰阵时咧，佢就又系抢出嚟同大家抢飞嘅啫。咁啊呢样嘢咧就永无休止，轮回咁样样去不断搞姜涛。所以大家为咗长远嘅自身福利又好，乜都好啦，咁啊就即系罢买黄牛党系最重要啦。咁样就系咁啦。咁啊今日嘅姜涛新闻报道咧就系大约就系咁多。咁啊多谢大家收听收看。咁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继续见，拜拜。